今天来吃一个这个浑身长满刺刺的水果，好像叫什么刺梨，看看，也不知道这是哪个特产，尝一下啊。哎呀，怎么这么酸？里边是这样的。据说这个可以榨汁儿喝，然后可以生吃都可以。怎么里边这么硬呢？像那个籽儿，像那个辣椒籽儿似的。又苦又酸，是不是这个坏了？我再挑个黄一点的。还有这个。但是它闻起来有一种清香的味道，这个味道还是挺好闻的。哎吧，还是又酸又苦又涩的那种感觉。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吃啊？我看人家就把这个皮削了之后，好像就可以直接吃。